周深也想再来一次吧，因为我不断的在社交平台看到有人希望我们两个人唱，没有。比如说我打球的时候那些视频发上去，这每次拍完以后，我就觉得还是不发吧。《流浪地球2》举办首映礼，当主持人 Q 主题曲演唱者周深时，周深一路小跑登台，气还没喘匀，就被要求现场给大家演唱几句主题曲《人世》。好，我有一首电影主题曲叫《人世》，也是里面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那人到底是什么？我挑战一下，在这唱吧。来，掌声，因为非常难唱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想要词儿啊。旁边还有一个吴京老师，也是歌手。吴京老师唱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很真实。是。没有，我是学刘老师的，另外刘老师的。好，想想副歌。让死忘记我，让恐惧亲吻我，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，却挣脱不走我的选择。让恐惧剧烈的烟火璀璨熄灭前也将点亮海多的双眸。人世绝对是该部电影的排面之一，毕竟钱雷、唐田加周深的组合也算是内地乐坛的顶级配置了吧，把周深叫来自然是撑场子的。周深也真是老实孩子，在还没有开嗓的情况下，直接选歌曲里最高潮也是最难的那一段来开唱。他用自己的嗓子上演了平地起惊雷的一幕，整段演唱穿梭在高亢有力的嗓音中，中间居然还没有明显的换气声。这种高难度的苦活也只有周深这傻孩子敢去做，要知道这种清唱随时都有破音的危险。很多成名歌手在录高音组的时候，常常单句分开唱好，然后再技术合成并修音，这种无阻上持续的高音是非常恐怖的。在寒冬里突然登场，然后突然飙长距离高音，只有两种人敢接活，一种是唱功极强的人，另外一种是傻子。周深如此给《流浪地球2》首映礼捧场，只能说明周深太爱惜羽毛，太珍惜口碑，太殚精竭虑了。作为纯歌手的他一直都在顽强的努力，只盼望能让更多的人承认并欣赏他的音乐。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《人世》，这首歌太好听了，黄金三角组合的精品歌曲就是非同一般，震撼人心。周深在很多歌迷眼里早已经是大咖级别的存在，但今天的这一幕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喝彩背后都有一颗执着而勇敢的歌者之心。还是那句话，周深，你不成功谁成功？七月的今天，美丽的
不想你。